永春，你过来看。哎，先生，你没付钱哦。你有没有那个可以带我们去很多很多地方的纸？不好意思，你是谁？你忘了吗？我们在火车上有遇见啊，还帮你捡包包哎，就住在你旁边啊。你说这里是南线火车站？怎么会在火车站？你是谁？啊，我的张。这是哪里？哎，这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啊？在哪里啊？这是哪里？小人仙呐！目前药物只能延缓病情喽。还有，这有一些可以提供协助的单位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请他们协助。真是辛苦你了，你也终于回家了。或许，这里就是最美的地方了。